没想到你真能杀到这里来，你的安全系统和你一样，就是个笑话。哎，再也不用附和你，装成白痴到家的活宝了。永别了，我的好朋友。 感觉守卫数量变少了，布罗威小姐升级了安全系统，不少哨位都不用人了。哦，听说艾达正在活跃起来了。听说艾达正在活跃起来了。哎呦，怕什么？你说说，布罗威小姐姐，什么情况？ 游戏结束了，没想到你真能杀到这里来。我的安保提升不至于这么不堪一击吧？你的安全系统和你一模一样，就是个笑话。亏我一直拿你当好朋友。唉，再也不用附和你装成白痴到家的活宝了。永别了。 我还是有点累的，各位辛苦了，卸了妆回家歇歇吧。好了，结束了，下班下班。啊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快走吧，快走。去我的办公室吃点小蛋糕吧。话说你刚刚说的那些不会是真心话吧？白痴活宝什么的。谁知道呢？